平时我要找你来谈价的，无以后这个家要交回来还，而且这个家无任何人欢迎你来。我是上几处西装，买来给小雨做结婚的礼物，你凭什么阻挡我？就是你今天用彩票送过来，小雨赶快来叫钱影，把这个西装啊摕去衫裤回收站。唔相信啊，咱就来收书。这万新民是愈来愈大胆，干嘛当作是诈骗？我总裁先去红牛，你卖管，我代志要问你，你去白金银店里，这件代志还袂处理好势哦。假期的朋友总是比假期的敌人更加好啊。卡苏拉会当结盟哦，互相安抚，对咱都是较有利，敢毋是？迄敢毋是丁魁官，还够判掉万新民变遐乱人啊？您总算出现了，钱又找来了。你先看到米瓜演讲无？阮，老赶紧去，别去耽搁着时间。别离开，先把物件交出来啊！你想要跟我演讲，要提上，无这代志。跟我讲演讲，我演我。不啊！等。小月，安怎？还是无状况？我安怎莫欢呼，欢迎一寡警告。蔡，那无你先去请你休息。我想明明看到洪杰伟家来，哪个无去啊？蔡丽，赵月，你来救我，马上把你救起来。哎呀，那一个军人马看得你白，你放我，我能不能回家吗？你救我！我绝对没放弃，你赶紧来。